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Oh baby, don't treat me so mean. You're the meanest old woman I ever seen. I guess if you say so, I have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真是奇才啊！对，而且他们那个球会粘在手上，很帅哎。对啊，刚才那个有观众一直在问说，那个是不是有线？那个是不是有线？有吗？有吗？有吗？应该是没有吧？没有，完全没有。哇塞，好强哦！心灵手巧啊，这个小雷老师以前就跟他见过，因为他在这个水晶玩水晶球里面是很出名的哦。嗯，他这个有什么诀窍没有？手要软吗？每天也不用，就是要习惯他，就是让球固定在原地这样。哦，对对对对。哎呦，好，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哦，让球固定在原地是？对。哎，那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来来来来来，让球固定在原地。有有有，不错不错不错，哎，还阿姨这样附件不错哦哈。手腕这边好多了，对对对，手腕舒服多了。赶快嘛，看我看后不？哦，加厚了哈。哎，但是呢，这个两位可以说这个搭配又是另外一种视觉享受，而且 Echo 刚太神奇了吧？哎，他这样就做出一首歌嘞。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审，这个世贤哥。乍看之下他们的表演很简单，可是他很多地方非常的细腻啊，球的部分还有音乐的部分，然后两者做一个结合。最让我讶异的这个球的部分，我会觉得很让我很惊艳，然后音乐也是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几轨录一录就变成一首歌，哪天也帮我写一首。哎呦哎呦哎呦，妖哥了妖哥了，哎呦，我就说吧，阿米老师危险了。一开始出来的顽皮豹嘛，那个台哥说是阿咪老师弹的吗？所以表示说你成功了。对，我最近会去检查耳朵，我已经挂好号了。中间有一段那个小雷老师那个慢动作，那个你刚好有一个那种声音，哇，那种我觉得搭配的天衣无缝，我应该会给你满分。对啊。我们来看一下 Echo 的分数。Echo 的分数是24 6 80 14 18 19 20 25 27 27分。其实我也觉得这次表演是很稳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水晶球的部分啊，我觉得那个你的手跟水晶球的感觉可以再更灵巧一点。那当然你搭配就是当老师在玩水晶球的时候，你在那边 B-box 的音乐，那个我觉得非常棒。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的 B-box 也可以跟拉丁舞做结合。拉丁舞，拉丁的节奏，因为圣巴很多节奏都是那个鼓声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女生的臀部可以做很多的摆动，就是那个，哎，你是一种机器耶，就是讲到什么就可以表演什么，哎，斗牛。不是，奥弟，你想象哦，如果是 Echo 在 B-box， 可是我放四个，就是女生都是穿着那种流苏的羽毛的服，流苏就对了，对对不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表演，因为他的声音让我觉得是可以做无限可能的发挥。这是高分了，恭喜两位，恭喜，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下一位是林俊逸。哎，小哥，小哥，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俊逸其实是参赛者里面压力最大的。对，因为他的表现很多，然后一些网友就一直说，为什么你们都给他比较好比较好这样子。对，是没有自己心里面怎么觉得。我觉得不管做什么样的表演就是尽力。是的，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你每次在表演的时候哪一个
评审会给你最大的压力？其实还是台哥吧，台哥哦，因为你在正中间，而且我觉得台哥有时候讲的话会很直，然后很准，就是他会，这问题是这个，然后他就会去讲那个。他对你们已经很仁慈了，真的，因为他是为了你们好。他平常跟我讲的话，他都说你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真的假的？跟你说这么重的话？没出息，对。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说？因为他也是爱我，你知道吗？爱之深，责之切。他看着我长大，他希望我更好。真的，这样听起来，你还没有看过他在挑便当的时候。哇，他对鸡腿的那种严厉啊！你这个鸡腿啊，不合格。然后那个鸡腿躺在饭上面说：“啊，又不是我故意的。”真的，连鸡腿都真的已经对你们很好了，对，好，就马上看一下你今天带来的表现，好吗？加油，加油！对于青今天有什么新花招呢？欢迎收看费玉清的轻音乐，我是费玉清。啊，在这个演艺圈里面闯荡了这么多年呢，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句话说，朋友是一面明镜，朋友可以帮你看到很多你平常自己看不到的事情。啊，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可以说是用心在创作他的歌曲。啊，今天就让小弟来演出的他这一首《你是我的眼》。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握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在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你说的空白若即若离，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心看？欢迎萧煌奇。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远渡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费玉清的轻音乐，很荣幸的邀请到煌奇来上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小哥好，还有所有的现场的评审，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